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郑，欢迎收看《郑在玩什么》这个节目。那么又到了本月的月龙繁殖教学时间啦、啊。那这个月的月龙叫做什么名字呢？哦，叫做偷鹅龙。那要怎么繁殖呢？很简单，按一下繁殖说明这里。他说如何繁殖偷鹅龙呢？使用两只配对起来具有下列元素的魔龙，就有机会繁殖出偷鹅龙，分别是植物、大地、金属和流水。那这四种元素你可以一配三，你也可以二配二，都有可能会中奖。那这边我一样推荐大家一组我个人觉得还不错的组合，那就是地龙加上珊瑚龙。那长什么样子呢？来带大家看一下，左边这一只就是地龙，右边这一只就是珊瑚龙。那一定有人会问啊，那珊瑚龙要怎么繁殖呢？很简单，珊瑚龙就是用蜜瓜龙加上金属龙就有机会繁殖出来。好，那我这边刚好有一组繁殖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验证一下，到底这个组合能不能够中偷鹅龙呢？哦，来准备，三、二、一，按下去，来按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一天22个小时，看一下，偷鹅龙，我们中奖啦！中奖啦！耶！还没中奖的朋友们可以尝试看看，努力的繁殖就有机会中奖哦。好的，那今天的游戏分享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小郑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祝大家都能够中奖，拜拜。